面积烧烫伤容易产生疤痕挛缩，掌握复健时间与要领，避免造成肢体障碍。下肢肌力的训练和一些行走的训练，另外就是要增加他的心肺的耐力。护理师邱心凌因为意外受到70%灼伤，以自身经历分享复健过程。如果不去做一些复健治疗，他会越来越难去行动。作为仁义守护爱，陪伴您一起走过烧烫伤的复健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志为仁医守护爱》，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陈少志。八仙尘爆，造成了大概有500位左右的烧烫伤病患。事件发生呢，到今天已经超过1个月。除了少数病患，大部分的病人在自己的意志、家人的陪伴，还有医疗团队的努力之下，都可以逐渐迈向健康。那紧急的救护告一段落，接下来便是复健工作。那到底什么样的复健对烧烫伤的病人是必须而且是有效的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你讨论，为你邀请到的贵宾是台北慈济医院复健科张义伟张医师。大家好，我是复健科张义伟医师。那除了张医师以外呢，我们有一位护理师哈，他小时候也有被火纹身的这个经验，那今天呢也愿意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大家好，我是邱心凌护理师。是，那在讨论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看一段 VCR， 这个是前几集观众的 call in， 我们医师的回复。因为便秘常用晚肠会伤身体吗？那毕竟长期用晚肠当然对身体不好。第一个，它有润滑的成分，那再来它有刺激肠道的成分。好，那润滑的成分基本上对肠道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如果说有一些刺激的，它长期会对直肠或是甚至乙状结肠会有造成刺激。那刺激久了，有时候肠子会发炎，那发炎久了对肠道当然是不好。那如果说只是润滑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多喝水。那有时候或许可以吃一些那个植物油的东西多摄取，因为这样才不会让你的肠道太干燥。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解决第一个它润滑的功能。那刺激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就是多运动，那就会让你的排便比较顺畅，那就可以代替晚肠这种刺激的作用。医师提醒，大部分使用晚肠的民众都是心理因素造成，应该要找出便秘的原因来对症下药，避免过度的依赖晚肠。谢谢方医师的回复哈。我们今天呢一样有接 call in 的团队，有任何的医疗问题欢迎来电。第一位风湿免疫科陈正宏主任，耳鼻喉科黄同春主任，小儿外科陈克奇主任，放射诊断科许仁义医师，神经科苏玉清医师，胸腔外科谢敏孝医师，以及皮肤科周怡萱医师。对烧烫伤的病人来讲，在复健的初期到底有哪些的复健要做，我们先看一段的 VCR。 简单的踏踩不羁动作对烧烫伤患者来说都是举步维艰，当皮肤伤口愈合时会开始出现又红又凸又硬而且挛缩的增生疤痕。这种2度到3度的烧伤，它整个伤口瘢痕组织，它前面大概2-3个礼拜是它最松的时候，如果你等超过那个时间你再介入的话，它就会很紧，那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而且病人会承受更多的痛苦。尽管有些患者还躺在病床上，身体无法行动自如，但是生理复健却不能等待，初期先从摆位跟关节活动开始。摆位的同时，我们会给他做一些护目的支架，像刚刚讲的，就是像足踝的护目、手的护目。那这个通常会做这两个，是因为他们这两个关节是最容易产生一软缩的问题。缓慢的伸展手指复健，因为一用力，疼痛指数就破表。许多烧烫伤患者常因为怕痛不敢活动身体，等到疤痕组织成熟后，肌肉变形水肿，关节挛缩，进而造成肢体功能障碍。疤痕一刚开始会非常的厚，非常的硬，所以如果不去做一些复健治疗，让它去开始正常功能的话，那它会越来越难去行动活动。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就要请复健师来做这样子的协助。复健之路漫长，寻求支持，按部就班，肯定自我，别着急，保持积极心态，掌握4大原则，以及亲友的陪伴，一起帮助伤者克服难关，迎向浴火重生的生命。
请教一下张医师，在 VCR 里面有提到我们这个烧烫伤病人初期的复健百位很重要，那什么是百位，是不是可以详细再解释一下？其实这些烧烫伤的病人，其实他一开始烧伤的时候，如果面积比较大，他通常会住进加护病房，但在那时候其实他身体非常虚弱，其实他肢体活动也非常受限，那这时候很早期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要开始做一些百位的活动。那所谓的百位呢，就是希望他的肢体呢摆放到一个我们理想的姿势。那这个姿势为什么要这样摆？主要就是希望他之后啊，如果他复原之后，他的肢体没有因为挛缩或者关节僵硬产生造成他复健的困难。那要怎么摆呢？其实我们这边图片上所看到，它是一个标准摆位姿势。所谓标准摆位姿势，就是它针对所有的关节做一个标准的摆位动作，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这样摆的，主要是看他烧伤的位置。如果他烧伤的位置是在脚踝的话，像我们就会建议他脚踝是摆在背曲零度。所谓背曲零度，它的角度呢，就是指我们躺着的时候，他的脚尖是朝向天花板这个姿势。那为什么要摆在这个姿势呢？主要是希望呢，他以后下床的时候，他的脚是能够平踩地面的。如果他没有办法维持在一个背曲零度，他变得有点直曲，就是脚尖朝下，或甚至是脚尖朝上，这样他之后走路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完全踩平地面，会造成他行走上面一些困难。那另外其他的关节也要注意，像是如果是膝盖后面有烧伤的话，我们会希望他躺的时候膝盖是伸直的，他膝盖下面不要垫一些枕头，因为有时候烧烫伤是有些人会因为疼痛关系，他会在他的膝盖下面塞一些枕头，因为他那个姿势会比较舒服，但是往往比较舒服的姿势往往就是会有挛缩的姿势，所以我们希望他膝盖是打直的。那如果他烧伤的部位延伸到他的腋下，那会希望他的腋下呢能够做一些外展，就是把手臂打开的姿势。那如果他烧伤部位有到他的脖子的话呢，这时候很重要就是希望他躺着的时候后面不要垫枕头，因为垫枕头的话会造成他的下巴会有点向下，然后之后如果这边疤痕产生挛缩的话，他很难再把他的头抬起来。是。那有时候我们做这些摆位姿势，有一些角度是比较困难，像是刚刚提到脚踝的这个摆位，他在床上的时候很难是完全是朝向天花板。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护木，这个足踝支架。这个就是我们会坐在病人的脚上，然后套上去，去合他的脚型，然后再绑上一些魔鬼毡去固定他，希望他躺着之后，他的脚踝就是维持一个背曲零度，脚尖朝向天花板的姿势。对，那如果是他的手的部分呢？通常我们会希望他的手是固定在一个我们这个功能性姿势，也就是安全姿势的角度，就希望他的手之后呢，不会硬化掉，然后能够做一些抓握的动作。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就是他，我们会让他穿戴一个护木，这种护木呢，主要是希望呢，他的大拇指呢，跟他的手呢，能够呈现一个握东西的姿势，然后在他躺的时候就让他戴着，然后在他活动的时候再把它拿下来。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之后关节不会因为，将关节硬化，然后产生一个不适当的姿势，影响他之后复健的进行。是。那现在虽然很多病人大概也都已经度过所谓危险期了，生命征象等等也都是比较稳定，可是有些可能还是躺在病床上，他躺在病床上也需要开始做复健吗？对，躺在病床上，其实如果他已经脱离危险期，生命征象已经相对稳定的时候，而且他的人的意识状态比较清醒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会希望他除了摆位要注意，穿戴护目要注意，他还要自己能够做一些运动。那当然也是看他的力量，就是他力气恢复而定的。有些人力气恢复比较慢一点，他力气比较差一点，那就是我们会帮他做一些像是关节的弯曲伸直的活动，或者脚的弯曲伸直的活动。那如果他力气好一点的话呢，我们甚至会叫他手抬起来撑住10秒钟，然后再放下来。如果他力气更好，就撑20秒、30秒，看他的力气而定。那脚也是可以练抬高。那甚至我们会让他练抬臀的姿势，让他在床上就可以练一些我们的下肢的力气的训练。这些做这些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他希望他之后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而做准备。因为在床上，我们知道其实躺床的人，他面临一个很基本的问题：你躺得越久，你的肌肉萎缩的速度其实就越多、越快，对吧？那你躺得越久，其实你之后要下床、要复原的时间就会拉得更长。所以在躺的时候，我们就希望他能够维持他的力气，不要产生一些肌肉萎缩的一些并发症出来，加速他之后能够站起来的机会。是。
那邱护理师，您在小时候也曾经被火纹身哈，那这个你今天也很勇敢哈，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这段的一个经历，是不是跟大家谈一谈你小时候这个烧烫伤的一个情形？那是很小的时候，恢复的时间需要非常的久。我那时候就是也在做复健的时候也很怕痛，也很不想做，但是妈妈都一直在陪伴着我，一直支持着我。然后我知道，我还记得是我做复健的时候，复健老师都会帮我转移注意力，比如说跟我聊天，然后讲笑话，或者是听音乐，这样子我做复健的时候会感觉比较开心一点，不会去注意到我现在做得很痛很不舒服。然后后续的话也是要穿压力衣，压力衣的话它其实二十几年前它其实还蛮不好穿的，但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医疗的进步，还有穿着有新的突破，所以我加上我现在有在阳光基金会的阳光之家有担任志工，所以我现在帮他们穿压力衣呢，就是先套一层薄的丝袜，然后再套一层塑胶袋，再把它穿上压力衣，然后再把塑胶袋取下来之后，这样子会比较好穿，因为塑胶袋会去减少它的摩擦力，这样子在拉扯的过程当中，皮肤比较不会这么的不舒服，可是还是会减轻，可是还是有它的不舒服存在。然后在我们在烧烫伤的时候，引起一些生理的变化是难免哈，那你如何去面对的？其实。在生理的变化每个阶段其实都不一样，一刚开始的时候皮肤是新生的疤痕，所以会比较敏感，很容易受到刺激就会很不舒服，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它的疤痕是比较成熟的，它对于温度还有触碰感是比较迟钝的，比如说温度的部分的话，要洗到很热的水，到很晚期的时候要洗很热的水才会觉得比较舒服，可是在一刚开始初期的新生疤痕可能洗个温冷水它才能够适应，这是个很大的不同。然后还有疤痕也会痒，然后但是却不能抓，因为抓的话会流血会破皮，这样子就前功尽弃了。对，还有我让我自己的身体比较舒服的方式就是运动，运动的话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疤痕能够是我的伸展，我还蛮推荐的是像游泳，我有尝试过很多的运动方式，对，所以其实大家都不管是运动还是饮食都是要去特别注意的。是，我们可以预见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一定会有很多病患出院，那出院之后复健又要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的 VCR。 复健医疗团队依照病患的状况分阶段指导各种复健动作，虽然已经可以站立，但是还必须像初学步行的孩子一样重新矫正步伐与姿态，就怕后续有不良的后遗症。阶梯假设在这里的话可以往上踩垫前面的力气，怕之后会产生这种我们叫异常步态，异常步态很多种，它可能会垫脚走，有的是膝盖没有办法伸直，我们正常人的步态就是这些关节应该都要有一定的活动度，背屈到三四十度，然后直曲就是直曲大概要一二十度。流汗？我没有。可以换边。靠着墙壁慢慢蹲下，一般人看似简单的肌力训练，对患者来说做几分钟就很吃力，因此医师也特别指导了几套在床上以及床边的复健动作，让患者随时都能掌握时间进行复健。那回家功课不会太困难，主要就是一些床上的抬腿的训练，还有一些床边的拉筋的训练，还蹲的训练，然后重点是他这些训练就是要最好我们希望他是照三餐做，因为这些训练他希望能达成就是少量但是多次，有伤口的地方尽量不要让他再次受伤，不然会很难好，会更花更多的时间去复原。从晨报事件开始，邱心凌护理师就持续关怀每个患者及家属，并以自身走过烧烫伤艰难的复健经验鼓励着大家。
做这些运动的时候，就是绝对不能够偷懒，不能够说哦，我好累，我很痛，所以我不要做。因为我一直告诉他们说，如果今天你对自己仁慈，就是对未来的你残忍。伸直，要稍微压一下。会痛吗？不会啊，不会。治疗师拆开伤口，准确说明疤痕的位置，以及减缓连缩状况发生的按摩方式。复健医疗团队共同照护，就是希望这群年轻的朋友复健之路能够走得顺畅。请教一下张医师，那病人出院以后，也许复健是一定要再做，可是他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医护团队全程在指导，这个时候病人应该要掌握哪些的原则？就到了某一定程度，他伤口复原到比较好状态，我们就会让他医护团队就会让他出院了。但虽然他是出院回到家里，但是我们其实还是会希望他就近找附近的医疗机构继续做复健的活动，那至少一个礼拜来2到3次，就当作是来上课。是。那除了他来上课之外，他回家很重要，就是他要做回家功课。那回家功课就看到像图卡上面看到的一样，就我们希望他回家就是继续维持少量但是多次的原则。那不管是拉筋的活动、关节活动，或是肌耐力的训练，每次维持到10到15秒以上，然后每回做15到20次，照三餐做，维持他继续进步。那另外的话，我们希望他回到家里，回到自己的家里嘛，他其实他日常生活他应该都很熟悉啊。那他应该就要开始，他其实他吃饭、他穿衣服、他洗澡、他自己上厕所，都应该他自己独立完成，而不需要依赖其他的人，这样才能够加速他提早回到社会的一个机会，回到自己的工作，回到自己的人生。那其他的就是摆位姿势，其实这些还是要继续注意的，就是在医院我们怎么叫他摆位。其实他回家还是要继续注意姿势，不能回家就松懈，然后膝盖让他弯就让他弯，脚就让他垂，这还是该做的摆位还是要做。是，那这一次的八仙城堡有很多是下肢受伤哈、那下肢受伤的病人他在复健上有哪些的这个运动要做？的确，这次城堡的患者有很多是下肢，因为火从下面烧伤，所以他们通常是伤的比较严重的。那在等他们植皮完伤口恢复的到一段时间之后呢，其实我们就会开始让他做一些脚步的活动，让他开始踩地。那脚步活动看到这个图片上所看到的，就是主要就是做脚踝的弯曲的活动，像足踝的背曲，就脚尖朝上，跟足踝的直曲，脚尖朝下。那另外呢，就是看我这边的话，就是膝盖打直，然后你坐在床边膝盖打直，然后身体重量压下去，主要就需要拉这个脚筋，让这个膝盖不要弯曲。这些都是为了未来走做一些预备的动作，因为膝盖弯曲或脚踝如果有一些变形，你就会要站要走就会比较困难。那另外的话呢，如果他能够坐起来，而且坐在床边坐得很稳的话，其实我们就开始希望他能够下一步就是站起来。那站起来一开始他的力气其实通常大家都会比较差啦，主要就是因为你躺床太久，你下肢的肌肉都萎缩了，你一开始要站其实都是蛮吃力。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给他一些辅具，像常用的就是眼前看到这个就是一个助行器，助行器就希望他靠他自己的双手把自己撑起来，就让他坐床边膝盖微弯，身体重心向前，那扶着助行器站起来。那一开始他可能站起来时间没有办法太长，可能10秒钟，那他就坐下来休息，没关系，就让他10秒钟，然后坐下来休息，慢慢把时间拉长，他站的时间越来越久。等他站得比较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他做一些像膝盖弯曲、练腿力的动作，甚至练一些原地踏步的动作，为未来要开始行走做一些预备的训练，这样子。那如果他走到比较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开始要练习练爬楼梯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给他一个凳子。这个凳子可以搭配助行器使用，或者不要助行器使用也都可以，就是让他练习单脚跨上去。这时候单脚跨上去，一方面是练抬的那只脚力气，一方面是练站的那只脚的力气，然后让他练习跨的动作。他可以单脚上下跨，或者是交互跨。那等他跨的比较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开始要练真的楼梯，让他带他去爬楼梯，从1阶2阶开始练半层楼一层楼，他才能够回到社会，回到他自己家里居住环境，这样子。是，那这个我们这一次台北慈院收治了10几位的这个伤患哈，那这个邱护理师您这个亲自去照顾病患哦。那在跟病患的这些互动的
当中呢，有什么让你觉得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我一进去的时候，我是先自我介绍，然后我是慈济医院的护理师，然后同时我也是有在阳光之家做一个志工。然后为什么做志工，也是因为我曾经也是个烧烫伤。然后做个基本简单介绍之后呢，他会开始跟我说，他一直会去回想他，如果当时没有去拔仙，或者是当时没有跟带着朋友一起去，一直往前面走，那是不是就不会这么严重？他一直很自责，很难过，但是我告诉他，你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这其实也是上天给你一个另外一个安排。他有想到，他当他醒来的时候，当他发现他不能动，然后身体很不舒服，他觉得好像一切都不是这么理所当然的拥有的、应该的，所以他一直想要赶快的能够再站起来。他有很多的事情都还没有做，然后他也想要跟我一样，能够用自己的经历，然后去鼓励受伤的人。他讲这句话，其实我当下我还蛮感动的。我觉得他有感受到我对他很用心的付出。我希望他能够早点康复，而他也愿意把他的力量给带给更多的人。是，那除了身体的复健以外，其实心理的复健也很重要。对这些伤患在心理的复健方面，有没有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心理的复健呢，其实一直以来他们都会有很难过、很悲伤、很忧郁的心情。但是其实好好的跟他们沟通，可以帮，可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些情绪给表达出来。不管是用哭的还是用说的方式，因为我告诉他们，你表达出来，别人其他的家属朋友才能够去帮助你，你不是一个人，然后我们都可以一起努力的走过来。其实就是要给自己，要相信自己是会有一天是好起来的，只是当中的过程会非常的辛苦，我一直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非常辛苦，但是必须要坚持下去。是，我们下周呢的这个主题呢，还是要谈这个心理的复健方面哈。那这个今天非常谢谢两位的这个分享哈。那复健之路一定是辛苦而且是漫长的哈，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病患能够用信心跟勇气来迎接这一些挑战啊。非常谢谢两位的这个专业的分享，更谢谢你的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我们下次再见，感恩。因为爱心将咱共完。咱的感恩惦在这，真心祝福。体恤乡民农务与交通不便，大林慈院不仅将健康检查送上山，同时将检查报告送到手中，很方便啊，不用下山啊。透过各管事追踪、交通接送、开设特诊，减少民众因就医不便而降低看病意愿，造成疾病恶化。没有他那么积极的一直给我催电话，我可能真的就会忽略这一块。大林慈济医院如何以行动医疗模式赢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肯定？